草屯镇滨南社区的普利节进入第七年，透过农地产品展售、地价体验以及趣味竞赛等方式，营销在地优质的葡萄奶汁。今年受到气候影响，整体产量减少真多，不过品质同款好，邀请消费者踊跃选买。滨南社区中正一个小朋友轮流上场，来进行着活力秀甲干果表演。为葡萄奶制作活动，插一气氛，会中包括着农地产品的展示、地价体验、贝奶汁的比赛，而且结合着南投产业行销社区，增加活动的丰富性。这个活动还结合南投市的产业行销，哈，那他们有九个社区来共襄盛举，来行销我们社区的产业。啊，今天我们平林社区也结合了我们家暴那个暴力防治宣导，哈，希望能让更多的民众来重视哈家庭暴力防治的议题。我们有办理这个一个茶道的体验，而且大家都知道今年荔枝比较珍贵，我们还办理一个荔枝剥荔枝的比赛。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摊位，就是我们的义卖摊位。我们这个义卖的款项都是放在我们社区的一个福利人口的身上。QQ 风山开边拿是关内葡萄这个奶汁重要产区，每家生产季节葡萄奶汁在活动老是展开，都讲会当选买到很棒的水果，这个相关植物染的附加产品加等等，提升到经济效益。希望说推介着哈我们平林社区的一个推展，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这边做一个采购，也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农民哈啊辛苦的农民能够在这个采收的季节哈有一个丰收的一个收入。然后福利节会当进行行销吼，咱的槟榔吼，啊咱的好的东西吼，希望会当转行销，甲转过去，我大家吼，除了来槟榔吃土了，啊都来这当买咱的在地农产品啊。哦，那毛就我遐大吼，毛就遐包冻，啊那毛就遐大。专门要吃葡萄跟奶汁哦，用咱这葡萄特别甜够甜，啊奶汁特别好吃，真的。咱槟榔奶汁是出名，大概比赛都国内面底哦，咱这农民做很好。而对着这几年气候变化大，影响着奶汁的产量，草屯镇公所嘛表示，为两年前开始，国家农政单位来接受，唔盲讲改良，也是讲引进着新的品种奶汁，会当好管顾，提升农民的收入。奶汁会用讲连续几多年吼，农庄的时吼失收，啊，所以讲咧，啊，阮草屯镇公所已经啊密切甲咱的农改场吼，啊，一直咧来想办法，一直啊要来安那改良吼，让咱的品质会上提升，啊，了后咧啊，咱的产量会更大吼。现在正是葡萄奶汁风味上好的时阵，槟榔社区欢迎大家踊跃前往选买。记者林雨欣，长报道。